信任感的方法就是那个。用脚脚写春联，过年福利不打烊。Aries Channel。嗨，各位老铁们，早安！我是瑞斯，祝大家 Happy New Year！ 今天是什么企划呢？就是这个企划。刚刚你这样暴露狂吗？还好，你还没脱光啊。我后面是光着的、啊，你们看。如果我里面没有穿内衣内裤的话，它就会是整个透的。为什么今天会穿旗袍？是因为现在是过年嘛，要喜气一点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有很多的足控粉丝，就很喜欢我的脚脚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私讯，就是一直跟我说哦，多一点就是足的影片啊，或者是照片啊，想要就是看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一次让你们看个够。艾瑞斯粉丝看到没有？在帮我们女神擦脚。耶、yeah, ，随便你，可不可以温柔一点啊？然后有些人会喜欢看脚趾，而且有些人的脚趾可能是粗粗短短，像甜不辣，又不是我的脚趾跟手指都很修长，而且白白的，没有瑕疵。那今天呢，既然是过年，然后我们工作室都没有一点过年的样子，都没有布置，所以我想说，我今天就要来替大家写春联。看春联，我要写说，反正有人看，骨干给你当，就反骨，这是上下联嘛，然后横批我要写刷子。那我现在是要先粘这个，插进去，粘一点。啊！哇哇，它会滴耶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应该买个砚台？不、哦，怎么办？有点糟糕啊，这个。哎，鼓不错，鼓不错，干。干很丑哎，干。其实有小心有点有模有样的骨干给艾瑞斯用过的毛笔写开放过。以前国小我不是都会写书法吗？然后因为我是左撇子，所以我就是这边都会沾到一整条。再低骨干给你，真的要惩罚大家。你当哦哦，碎完美，骨干给你当原看，烦，正。我写最好，对吧？我觉得你写一个文要写，反正我很拢。你说反正我很拢啊？我所以你左撇子加的是左。对耶，我左撇子，我拿左脚写，下意识的，所以我应该用右脚，是不是？反正我很。真的记得要拖地哦。会啦，我昨天在做那个沐浴球，也是我自己清的。你们问他，都是我自己清的。用嘴巴清的。对，反正我哎，很是这样写吗？对，我很拢，这样拢。哎哎，不错不错不错哎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觉得渐入佳境这一点写的更好。那我那个。横批你觉得要写什么？想不想帮我加五个字啊？对，可以想不想帮我？没有。哎、啊，太多太多。不不，灾难。其实蛮艺术的。对啊，我这个是书法少女，想红。行云流水啊，这个王羲之。轰啦！你轰啦！这下面应该要垫一个什么东西的？风向风了。最后一个，人家是春或者是福，然后倒过来这样贴，因为
春到福到，那我们就写刚到，刚，最能体现我们反骨的一个字。粉丝都是足控嘛，然后我想说就有一个足拓给他们，人家不是会有手拓嘛，还有一些 AV 女优不是会送奶拓，我写一个牛好了，牛，然后旁边配一个我的脚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画面？定惩罚，搔痒交易。这是什么什么画面？啊，好好痒啊！哎，其实还蛮舒服的耶。信任感的方法就是这个，脚底板超痒的，我会找到信任感带，好舒服哦。好，那我要硬啊，观众已经硬了。放开一下，嗯，放开。真的吗？那我要拿起来喽。好，拿起来。1、2、3，哇，好酷，好酷哦。要踩地板吗？哎，还不错哎。我刚刚已经洗完脚，现在要准备来贴了，展示一下骨干给你的。接下来这里，这样酷炫华会不会生气啊？好丑，其实。反正我很冷，贴这里，刚刚好，来，这样还不错。一年祝大家牛鬼蛇神，做牛做马，牛头马面，然后老牛吃嫩草，牛迁到北京还是牛，好不好？好哦。这个呢是一个结尾，但是呢因为到了过年嘛，我想说还是要犒赏一下帮助过我的人，因为像去年甜甜有收到我的红包吧？你啊，依琳啊，还有助理。你很棒，你私底下就是你不是很。我不是在反骨的尾牙给，因为我觉得在尾牙上给大家是抽签的，不一定会给到我想要给的人，因为我只想要给就是对我频道是有帮助的人。那今年我也是一样，虽然不多啦，可是就是我一点点小小的心意。我给你们那是别的意思，就是我想要感谢你们。那我今年一样有准备。那第一个就是新加入的 Daisy， 新年快乐。没有很多哦，就是一个小心意。谢谢瑞斯。还有东东，还有 Julia 不在，所以你再帮我给 Julia， 就是经纪人。哦，谢谢。没有你，然后还有我的助理幼稚狂魔，然后还有甜甜，谢谢甜甜帮我，就是摄影师、经纪人还有剪接师和助理，谢谢他们。前剪接是有了。谢谢他们，就是帮我经营频道，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频道。那我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就是赚更多钱，然后明年可以包更多给他们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各个平台追踪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Aries Channel